我们真的最大的后盾就是家人，所以要不要给我们的爸爸妈妈讲几句话，跟家人说几句话？今天真的很惊喜，我不知道他们会来，刚刚差点掉眼泪，可是我会继续努力，创造更多机会。谢谢你们，谢谢，再次来恭喜雍姬。那今天呢？